开始会注重在表上面啦、啊，就是开始会觉得好像要更男人一点才会让大家更记得我。我喜欢那个法国国旗那个，但好但在那边对针织表带的，对，因为针织表带比较凉比较轻，然后戴起来就是舒适度比较够。对，对我自己来讲，而且在颜色搭配上，我自己平常穿衣服虽然说休闲，但我会搭配一些颜色，就在鞋子或什么或帽子，但然后再跟手表搭配配色。因为我的就是身材也没有到特别好，所以我会希望就是我穿起来的衣服会看起来比较脚比较修长一点。对自己身材哪里不满意？哎，就是身材就是屁股那边比较丰满一点，对，就大腿的肉比较嫩一点。像我们，你等下一站起来打车。对，我有点讲错。现在很希望可以好好的放个假，然后可以去一个旅行，轻的旅行，对，然后搭上这个美丽的包包，因为这些包包比较轻啦，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带包包出门的一个人，对，可以带很多我的剧本啊，或者是我的水壶什么的。去旅行还要带剧本？因为要紧接下一个，就要先看一下，不然再临时抱佛脚可能会演得不太好。我其实一直都很想谈恋爱的，对，但就是会希望有一个可以稳定交往的对象，对，因为我的个性也是比较属于希望可以跟另外一半就是到处去旅行，到处玩那种，对，就是很希望有一个另外一个伴。那现在是还没遇到？现在就是在有在聊天的人啊，但就是还不一定，不知道。对，有多个进行中的对象？没一个而已。Only one。单身多久？就是一段时间了。一段时间听起来没有很久，就是不要讲一个确切的年数，好像会有点感伤。心情好就是可以去法国巴黎玩一下，去为了追爱，对，去那个土凤的门口看有没有那个女生过来跟我要电话。土凤是卖男生东西，你会找到就去经过一下，也没关系啊，也不错。所以你是两边都红，你到你的脸都红了吗？我有点热。